欢迎大家收看《霹雳英雄同乐会》，我是千毅，我是佳盈。嗨，上周我们第一集播出之后呢，其实收到了蛮多的回响。然后因为毕竟是新企划，还有新节目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。天气越来越热，所以呢，大家晚上就不要出门，可以好好的在家里看我们的《霹雳英雄同乐会》哦。没错，而且我们霹雳英雄同乐会会持续介绍我们霹雳的最新消息，所以请大家持续的关注。那接下来就来看看我们精彩的节目内容吧。欢迎来到霹雳公开庭。预告一下，我们今天有介绍一批厉害的公仔哦。到底有多厉害呢？听说我们今天还有做了特别的公仔特辑哦。那我们赶快来看看最新的霹雳精品讯息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第一个要介绍的是霹雳海报馆的凤鸣逍遥。那主要角色呢，当然是我们的凤鸣预言皇，也就是天机。好，那我们天机呢，最近也一直有出场哦，所以喜欢天机的朋友们，请不要错过哦。像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天机，所以我也很期待他的演出哦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霹雳万象珍藏收纳册，可以让你完美的珍藏我们霹雳专属的明信片跟书签哦。是的，而且这次是采用活页的设计，所以你可以随时的增加或是减少里面的内页，非常的方便呢。然后呢，我们冥冥之神呢是收藏书卡，然后素环真呢是收藏明信片，然后喜欢的朋友可以上我们的霹雳网搜寻哦。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精品呢，一推出就造成满满的话题呀、啊。没错，就是我们的 3D 激战天下弃天地公仔哦。这次呢，不仅重新推出经典角色，也让我们的角色更加帅气哦。而且此次公仔的设计呢，是充分体现出弃天地的威风感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自己的安全帽就是弃天地安全帽。真的假的？现在已经没有了哦。所以想要收藏的朋友要快哦。喜欢我们弃天地的同学朋友们，可以赶快上我们的霹雳网搜寻哦。接下来呢，是我们上礼拜已经介绍过的霹雳天月英雄卡抽奖活动，而且我们的活动还在持续进行中哦，直到九月中。而且我们的抽奖活动有很多的好礼，而且你知道吗？我们的最大奖是 Switch 哦。哦，好想要哦。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。所有精彩的活动呢，都在霹雳网可以做查询哦。好，那看我们的精品介绍呢，接下来是我们的武器试点。今天要介绍的是天斩。那天斩呢，就是由我们贤王所持有的武器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赶快来看看武器试点天斩。君用情辅导，西台魂鞭一物，巧当从蒙带点，随着颠仆，乾隆突进英雄，不负金雕。天斩。持有者为彩玉显龛之主，开天六王之一的显王，集中个人原则与品味，沉稳内敛，狂傲不羁，有别于其他霸主。显王以自己的幽默方式与部属相处，深获民心，对爱情也相当专一，为难得一见的一方霸主。天斩为显王之专属兵器，此刀并无刀鞘，刀身通体翠绿，配合彩绿显龛视觉特色，刀柄处的设计像是护手小盾牌，可视为王权的象征，并且是有许多典雅线条，符合显王要求质感的特性。真手之剑，一入中招，上眼角。好多武器，无声轻呼，隆隆乾坤，其中阴霾敌阵，好多武器，一换神人，好多武器剑舞，正是雄雄四周，又不破金玉神尊一代，随即。雄丘林将，第四神龙。
真容易吗？哦，岂料玉鼎源源不绝，扑面而来，一吸心口，两人顿时面临来我告别的险境了。我不能再受心魔影响。哦，不敢再去。冠秋天心魔有气之势，迎来血拳四更，一念之间，正中九阳天法，推之极限。三三化锁，九阳归幻，符合天人，九阳妖空。一九中招，回归初阳，这是天道人双脚归剑之境，跨过无极，自生新变契机。王不为今之骄吗？哦，今天纵不息歌，行色由来不及得。天地霹雳，斩破风云，两股不息力量冲击，金玉星魂顿时产生前所未有的动荡。结束。凤秋，你和我们杀掉我，这只是一个前哨战，也只是我对恁的试验。恁有何所宝贵的背妙？试验，无错，恁通过我最后的体试了。你想印证什么？其实我非常欣赏你。希望凭着您最为保镖，巧戏分平下友，我看生我没有，此生未博学太久，勇气火流，明日需求，悠悠占得几家风流，算春秋。参天路泽詹云金，难遇轩昂武技之玄机，玄机执掌典藏古事，其善卜卦，贪悟天命，仙风道骨，亦为风涛十二楼之代管主事。与好友北冥风举有多年交情，著有风云之仪美名。同为武姬的上官征仙虽不满詹云金，但为维护南域，表面仍维持和平共处。嗯，哦，好，苏龙秦虎与詹云金两人为少时求学于汤问孟泽的同窗，人称陆虎双骄，如今同为南域武姬，凭借多年默契守护南域平和。这件十分多烟头入接时，一道仙尘人影飘冲之力，哈，那化虚空点下数字，尽收弥漫多烟，还飞向流干。清澈，如花清气无形。对，有重物。近期案件平仍，詹云金相助调查，亦借机一挫上官征仙锐气。他所提携的袁守墨近期却受尽令公责难，彼此关系紧张。玉佛爷回归南域后与詹云金一战，
在此战中借他之云气一解身上北冥风局所留伤势，大敌复原，武姬皆严阵以待。来，阿娘秀，让你安心一暝，大一笑。我母心为你心，受敌伤已深。初龙，初龙，你的灯有些力气。但詹云金心中那道伤痕，却在此时被狠狠揭开利用。听闻青妹香如席失控，詹云金焦急找寻间，过往回忆上涌。上官争先知情后，便借题发挥，趁机羞辱。詹云金为了小妹，只能放下自尊受刑。有君久拜呢，一无欢顾，一人为好，人损我君，就以今生仅存的亲人低头。哦，因为妹牺牲，确实真有心意。有吗？如何素来争执，杨志东公事公办，如有得罪，我无路见海涵。毕竟咱也是黑暗武技之名友啊！哼！近来出事，让陆湖双骄决定一探死亡三角洲。并分工合作欲解事端，但武姬之首潘玉芷亡故后，上官争先便越见不言野心，更在闯关失利后迁怒于北冥风举。詹云金怒而针对，字字句句皆让对方气急败坏。之后袁守默即位令君，改朝换代，詹云金仅希望他能坚守初心。心胸细胸又何不因因为变化，就一物就是变化，所以我要你无时不刻记住迄个在我殿下阴侯温迪的那些话。哈，温秀明，如果你忘了初心，那我就会杀你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时机一到，布局完成，詹云金一闯提死九门，要带回潘玉芷首级。他借由上官争先的情报，顺利来至最后一关，心魔袭击，詹云金御剑破阵，在那之后便是玉佛爷亲临。将叛军入侵，葬送在险险火海中，这该是多厉害一波！那台海世界的剑锋军，将惊千里的敌望。詹云金攻体受克，沉着以对。无名飞雪，势如吞天之凤，纷纷秒秒吞噬六金太人王宫，以魔修之将，平素养老之命，步步惊心。好，如何？看见风船？帝国的尊严未正了吗？有秦军九千岁积极扑倒，如何向洪都靠门呢？现在的你，胆力够吗？啊！积极扑倒，切！不要计战计较，吞梦不成，破风受境。对方成名招式一出，便是他等待的时机。云气扑灭，玉佛爷重创逃离，之后便由秦湖扮为敌侠快剑取其性命。就在两人铲除醉人岛余孽之刻，香如席被醉人岛之人带来，再见杀夫仇人身影，
他受到刺激恢复了记忆。小妹，你醒了。大哥杀害我粗龙的敌下快将，就是天火吗？小妹，面对小妹的问话，甘云金甚是无措。虽然事后厘清妹婿身份，但兄妹之间仍有着隔阂。香如席思念着爱人，她知晓丈夫对她的真情，也明白兄长话中含义，因此她选择离去。在爱与仇之间，选择了她所认为的幸福。我来，我兄不会让我离我之去。小妹自尽身亡，让詹云金自责不已。卜卦神算，却是一切如天所应，必不了结。父母因为自己动用云天六卦而受劫，那之后他便害怕小妹离去，至今却依然没有保住想守护的人。他只好对秦湖避不见面，沉淀自我。好友明和影的劝解，袁守默的改变，世事变化万千，任谁都料想不到，尚有更残酷的算计让他深陷其中。老友，我想回去观测解药，一回再见面就是好消息。作为老友，轻轻背叛，不将至高想离开，是平和也出决定想的最体贴的温柔。看见这张大雪，我就想到那日如今天和一我三人一同煮酒叙旧，那时如今的诀别心情，到现在我也印象深刻。我连日饮醉新酒，再过两天便可醉醒，届时对老自己病体尚有代助，甚至更可行动站起。明白詹云金重情之性格，为了组织大计，身为医鬼的明和影刻意亡于秦湖剑下。此消息更引发北冥风举的病征加重，至亲好友相继离世，詹云金难抑悲伤。北冥风举的苦痛看在他眼里更是哀痛欲绝，内心复杂难解，所有悲痛交叠，一切无可挽回。最后詹云金选择与秦湖做下了结，无论生死成败，至少面对彼此，而非渐行渐远，形同陌路，相望江湖。如今头就回，难不说这样生死相逢，一见至今，你可也记得我是秦火？我正因为记得，我才必须付尽一力，因为这记得太痛苦了。好，都应该吴乾坤。在敌方的计划下，陆湖双骄直剑相对，无从排遣的情感，将所有情义仇怨付诸此战。秦湖舍命相陪，两人出手毫无保留，只希望在那之后情义不绝，仇怨了结。就在两人身受对方之剑，无力再战后，敌军大肆逼杀而来，陆湖被迫分路而逃。却见火云降临，詹云金后悔不已，自责愧疚再添一层，却是引起他的求生欲。受到刀僧还情所助逃离后，为北冥风举之命，他只得交出机关要下落。好，鬼火皮就不追龙阴阳之凶，还有木剑阴阳，不然要地六金一死的。一向地虎等等，今相将勇安行情火皮之凶，今催必胜一定。更豁命取得流行钢，用以医治秦湖之伤。
却没想到熟悉之人逼命而来。詹云金虽是透过卜卦预先防范，却仍是九死一生。神魂游荡间，他见到了香如席，小妹的当头棒喝让他醒悟，一切皆是个人选择。出手相助的西窗月乃是昔日同窗，两人间曾有一段情。西窗月以一法救活他，并告知秦湖无事的讯息。姑娘小红吞了大风，拥有飞天灭地之威。感情护教，立刻自省，制定天火六经，各自应武，却如阴阳相生，攻坚互补。之后便是反击，陆鹏双骄同对敌手，依旧默契十足，一招败敌。陆金公安是吸不了东行好友的破枪，你我的内疚已经深，让你做了一场劫难，因为我让你失了至亲与好友。咱小赌谁也不欠谁了，好吗？杜香，好友间诚挚情感诉说，必须出口的道歉与感谢，他们心知，其中包含了一路以来的感激。世态变幻，情谊却是永恒不变。参天路泽詹云金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天地行行路，都是命变了初心的元首兵。但你我拢无变吗？面对利益为先、权势为首，视人民如粪土的袁守末，对方已成了最不愿见的模样。詹云金欲亲手了结，袁守末奋不顾身要证明自己，却来到最后一招，却是身体不堪强大之能，此前醒悟，自盖天灵，令人唏嘘。虽是不愿怀疑，但种种线索皆指向北冥风举乃是幕后之人。经过试探，陆湖双骄形成计谋，要引出仇敌真实身份。老弟，你不要练一红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想动的是天火金，这一局是我失算。面对陆湖双骄，黄陵刻意以北冥风举之躯影响詹云金，之后更是引爆此躯，以真身出现应敌。不想对您计划以攻无期，众人相交攻守无干，进局仍是难见幸福之势。接着惊天天都激战，仿佛兄弟已经激战，惊天天地来到激战。在陆湖联手占有攻城，但对方早有防备，见盟友逃脱而出。是鬼策，拢是鬼策。母亲，母亲。不要紧，我来看海。来到海滨岸边，詹云金一起过往北冥好友之陪伴。如今相互扶持的人已经不在，但他会担下对方的期望，为南域奉献，完成熟世理想。斩灵计划以失败告终，如今决然一身，詹云金决定动用云天六卦求解。只见八字真言现，光念索命来，却是朝向意外来此的风云儿。
詹云金连忙强行递命，火脉烙印在身，暂时避开此劫，迎来一场生救相认。九夫，救我！救我！如是夫人是我亲娘，我是你的生子，周华龙人以及你母亲生前受人，天地不仁啊！小妹见到楚王，我不万岁了，大哥，莫非那时无昧之间，小妹所说是见到楚三哥，也暗中生疑无死之痕迹，我心糊涂了。在此紧逼时刻，风月主人却是相邀预言谷，算命赌约，三决胜负。詹云金慨然允诺，在众人找寻开启五段绝运的五宝同时，五海生窍线索也从寒雨之主那处得知。刀僧的牺牲完成醍醐灌顶，五宝汇聚，数阵开启。寒雨与黄陵轰轰烈烈的一战，最后由詹云金败下第一局的预言。为对付黄陵，卢虎双骄决心进入天窍修行。面对眼前关卡，得情欲破，各自际遇。大哥，今天来看你，当年是我害死大哥你的。如果我落来是大哥，我今天也要这样愧疚了。难道忽悠你进京以来，你的内心，你希望谢是自己吗？咱可是拢为情所困，惊自己的无能守护好友，让这座金湖之梦比的圣境。你究竟是谁？我是谁？我不就是你吗？今秒为你失去好友的你，你错，你并非我。初期陆军并无恐惧，因为守护并无所畏惧，因为武器并无生擒之梦。好，詹云金方破考验，便见秦湖受心魔缠身，仿佛内夜的厮杀，如今便该由他陪伴挚友，唤醒对方。秦湖，你总算聆听我讲话了。哦，你是故意让我赌这一件？今后我看见另一个时空来，你二弟在你的困境，如你一般，痛恨着自己无能救你，那种伤痛，叮当又万丈，不知何时是尽头。是每一种伤痛拢能放下，但又为何非得放下？无须放下，当下来就算再悲伤，也要安尼继续前进，因为这就是咱活的力量。如今至此，已不怕悲伤，只怕不幸。正如咱这样的后悔人，更无沉溺的权利，因为沉溺只会灭顶。想问用生命教我一项道理，不可让悲痛动摇了自己的选择。好友，你不如我从前，就困于过去，咱的敌人在眼前，不该再深究。詹云金以自身经历开导，这切身之痛与深刻体悟，让秦湖有所感悟，豁然开朗。突破情关的两人又临险关，最终悟得八字，脱胎换骨而归。斩灵之战最终胜负，陆湖双骄毫无保留寻找黄陵死穴。好，情比金门。面对海压之招，以天窍所悟八字一毕，更同步出招压制黄陵。战斗间，
秦胡兽联毒针对，詹云金当机立断，强行吸收毒素，不顾自身性命，以火脉燃烧，现招破陷局。此时却见激情之下，金玉元已足现武功，终于出现了，是新鬼血。陷入其实全凭一击。他知狂灵死穴，等待关键时刻，一击命中，双剑杀出魔消，却见对手怒而出掌，秦虎脑部受创，神识受到影响。黄林临死前不归于剑之招横流，詹云金及时将秦胡带离，决战就此了结。枪先生，你是谁？秦胡记忆渐失，认不得眼前之人，也记不得自己。詹云金一路陪伴，在犹如初见的竹林下，生生地念着彼此名姓。你是秦胡，我相魂金最后的朋友。那你去通门望敌。清风，呼悠，从百万五百年，几乎但其实，我拢明了这背后的暗刻。是修一标国亲信，最终垂落着手，仍是代表性命终结。望着挚友，詹云金怆然泪下，忆起他们相伴的过往，自雨中的伞下一程，同窗时相助的情谊，酩酊烂醉的欢喜，学成分别的回首，同愿武技的重逢，劫后余生的承诺，羞于给出的伴侣。对我而言，人生比较像一段不断告别的过程。路途中有的人只陪伴你走过一段，人就消失如烟。但我再怎样，也无想一直想你的路，因为再也无任何痛苦，一直想一直相处，毫无关系。红烛零落，暗香纱帐，古酒熏寒肠。秦红，多谢你了解我，也多谢你将我领了金钱之庙，是令兵勇雄，也令握手言和。穷人一梦了一切，但不要紧，我会帮你记得。我要去，就是那人的所在。你回忆后的后的，我要记得。那今。老泪纵然温热，鬓发渐满霜。人生的风出去，这是沉水面容泪中的一把手，一番风雨飘摇，多少年龄定不住你就心安。天地放远光，人生的旅途中有着相知相惜的挚友一同，彼此安心相依，无论望与际，胡宗陆隐并肩而行，这便是陆胡双骄。
来霹雳英雄同乐会，耶！那我们刚刚有稍微介绍了一下弃天地公仔，所以我们这次也准备了弃天地公仔的特辑，让大家一次看个够哦。那可以看到更多的弃天地英姿，那赶快来看看公仔特辑吧。本次弃天地公仔设计以一斩六界斩蛇龙，足点神州毁山河为主轴。弃天地原乃六天之界崇拜太阳的五之神，五威耀世，有着睥睨人世间的威严，无感无情，孤高自许，因厌恶凡人的争权夺利和自相残杀，最终自弃信仰，堕落魔神，借圣魔元胎与神柱之能量降临人间苦境，欲血洗神州大地。接下来就让我们带大家再次回味剧中弃天地降临的经典画面吧。你这弃天地顶天即将一两声，我心里开始不记录红旗魂殿中相见合力算半功半秀，一定得领风猛虎一归心中恶笔，心中雄风渐渐现出影响，以这必竭天机浮现空中。万文心中出现以这必天机，我记如记在心中。速回定心天地。九断魔金飞，杨思玉红行，相逢高脚，一两手转力再动心机哦，好风风起魂东西出掉，这是弃天地回起破阵。剑的气，五星气高瞬间破力，破高剑锋之神技，随妖而来，风之魂。哦，气高地破，相攻并行，气天的修剑傲红，俏金英雄，三红剑妙。香蕉动身，再用弃天地，可惜。心为欢喜，一两手风起魂，再多丢胸。不妙，惊破无极，三千天急有帮手。我用手数百，母亲一发电，出现动关。把母提心钉，进不掉，也退不定，真是妖魔动得。母亲的风之魂，血流未停，剑势也未停，弃天地元首之将，将力贯雄一两手，相逢高脚，定是一幻魔丸，一两手定是凶凶高凶。请你过来回来，师尊。我流剑红旗魂，
王之魂，一条死走。是想痴情地来告情恨，最痛快的一切，不也该结束了。魔神左手臂台，灭世之招混战而生，定时攻锋，受到神威肯定，打击神之威。天意，一声天意，一列车单军队，声名天海，定时轰杀入攻龙，火光满登天。竟有修行九魂神韵之人，一列车再提最后完工，转化全身精气，为至高无上圣体九魂神韵普贤相将，精神即将现世了，不负龙神威。深修极水现金标，航勇一击飞进击。八方龙神降人间。梵天圣焰伏魔中，替天地高音之刻，左右东吹红雷之刻，狂风龙更，红雷阵阵。相逢高脚，八龙圣焰吞天灭地，金箔红丸比例，替天地更比红铁速破。傲风提神金同时挥别了。一条蛇，一位母神为求战友，苦苦挺起一条蛇，性交之身，抵抗力尽，终于不知倒地了。快走！一条蛇，一条蛇小熊叮当，速速离开！小走，心急人。我一条蛇走，万三郎断袖。替天地再发将，秦之刃威胁南东，三千天东西人手，三龙合招力动秦之刃，幽魂路，无极天空，春风不如等，三高连招出动，惊不失浪，三千天不乱进，动发招，只要火一两手，风之魂即起路。正是激情过昂，天地惊变永不止。只见风沙玲珑的宫中，胜利者凌然而立，可见鲜血冰霜，正是永忍不发的重创。我这叫良心会，好
故一妖随风之魂，我弃天地凌驾六天之下，尚无新人能将我雄志如此，除非再临人间得地路。元气之心修改技术，有幸回转魔界空间中火新闻。公仔服装以暗黑色调为整体色系，服饰上点缀金色排练，透出沉稳不失威严的装束。公仔表情以居高临下的姿态，自六天之界翩翩落下，嘴角轻蔑的上扬，搭配上公仔特制神舟毁裂地台底座，充分表现出弃天地毁天灭地之姿。公仔身后八翼以悬空方式展现，不仅表现出弃天地之庄严，也不破坏公仔整体衣装设计。公仔手部造型设计以双手轻抬，搭配上手部配件，可以呈现释放神之蓝与神之雷的招式动作。 3D 激战天下团队在开发公仔时，坚持将稀有华丽繁复的工艺简化成精致的重点呈现，却同时保有角色该有的韵味，在反复的尝试之下制作出最完美的成品。感谢辛苦的开发团队，也再次感谢各位戏迷的支持。欢迎回到哈烧新偶像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介绍的霹雳英雄是演半生。哦，对，我们的演半生呢是河图十字之一吼，然后他也算是一个海洋博士哦。可是我个人觉得他有点像一个魔法师哎，封印解除，还真的有点像哎。好啦，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我们的哈烧新偶像演半生。演半生，南宫七骏无缺若君，亦是河图十字之妻，自号无缺，是自信的展现，亦可说是对自我的期许。演半生平日居于无缺君庭，揽云赏鱼，奏乐怡情，因玉龙隐士之托，方与算九泉配合，登上河图天梯。演半生行事追求利益与效率，在与算九泉的相处上却仍展现出一丝关怀，直到两人与丹千俊找出食魂归元法，算九泉一心复活姐姐沾衣。然而演半生忧心提供复活之法的文太公，如今身份成谜不能轻信，而与算九泉起了冲突。究竟后续事态会如何发展？演半生又将有怎样的精彩表现？敬请观众朋友们拭目以待。OK， 那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哈，然后我们每次都会介绍周五的 DVD 封面抢先看。没错，这也是我们大家都很期待每周的 DVD 封面英雄。哦，第一次主持真的是很紧张哎，很紧张哦。对啊。那如果对我们的就是主持啊，还是就是我们的配合有什么意见，或者是想要对我们加油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的霹雳台湾台去留言哦。没错，然后大家也可以到我的粉专来留言。那我觉得第一次的主持就是我们毕竟是歌手，难免生疏。那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包涵，我们会越来越好的。请锁定我们的霹雳电视台，霹雳英雄同乐会，下周见，拜拜。